看到了。哎，喇叭笑了，喇叭笑了。看进去了吗？进去了，听到了，没事。那个，那个，真不容易。肯定嘛。后悔忘掉了。奶爸来了，奶爸来了，小姐姐。听到了。失败了，今天没猜数啊，今天没猜数。跟。有什么带弄啊？有什么带弄没有啊？哪种没有说给你的？今天的数还在吗？在啊，在。啊？嗯，哪种没说给你的？没有什么带？点点关注加没有？点点关注，帮主播点点关注。来打电话不用你打。嗯。我弟呀，嗯。帅气的小奇迹，没有拔，昨天晚上没拔出，乖得很。嗯哼。你刚刚没得好。要爬树了，要爬树了。哇，太棒了，小奇迹！嘿，我的激动啊，我的太激动了。上啊！我的太激动了。上！谢谢黄姐的376的机票。哇，小奇迹太厉害了，乌鸦。什么？昨天是今天呐、啊？今天早上下雨，他看到你这些青毛粉冒着雨来看他，他高兴。嗯。哦、啊，这边叫不了，你在那边叫一下网约车，叫一下。回答的时候是可以啊，可以。对，主播是广东人啊，主播是广东的。嗯，好。对，下雨啊，早上下雨了。不一定了，刚好到现在下好的。嗯，好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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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笑琪琪。嗯。再看一下爬树，好。再看一下，大家小声一点，不要叫啊，不要叫啊。我看到了，本是五一去看花花小奇迹，结果票都没有，没有来看小奇迹，小奇迹票有啊，小奇迹票有啊，小奇迹宝贝的票有的吗？什么时候都有。哇，我的妈！嗯。下雨了，对对对，下雨，早上下雨，中现在不下啊，现在不下雨。哎呦，我的小奇迹，小奇迹宝贝。哎呦！哦，他说是高铁哦，高铁没票坐飞机，直接照剪了就行。大家帮主播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哇！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昨晚情况如何？昨晚情况很乖啊，很乖。啊，昨晚的情况很乖。我拍到了，大哥。今天爬云端爬了两次树，胖了好多，大个好多了啊，大个好多了。谢谢美好时光宿舍闪耀星辰啊，谢谢。嘿嘿，对，昨天奶爸跟他谈判了，他在给主播点点关注啊，帮主播点点关注啊。我看到。哎呀！啊，小姐姐又上三云端了，我的妈呀！我的激动，看到宝贝适应，他因为昨天适应跟今天的适应，他完全不一样，好了很多啊，适应能力太强。哎呦，我的小姐姐！大家走一下人气票啊，现在是整点，家人们走一下人气票啊！哎呀，大家一人走一张人气票，好激动啊，对不对？小奇迹真棒！谢谢小毛布了啊，谢谢赵姐，谢谢三杯咖啡啊，哇！谢谢尖尖，谢谢水珠啊，谢谢美美，谢谢美美，谢谢当真啊，谢谢林丽爱熊猫66人气票啊，谢谢八哥。下雨天他比较喜欢。哇塞！哎呀，我的小奇迹啊！啊，我拍到。嘿嘿。来，屁股装不下啊，屁股装不下。完了，太开心了，对，谢谢优华后姐，谢谢每一位的家人的人气票啊，谢谢。他还想爬，今天呢，今天一早上都是想爬树啊。
这个树是真的树吗？肯定是真的树。这里的树都是真树，哪里有假树啊？没有假树的，这里都是真树。基地都是真树的啊。打电话呗。打电话呗，没有。基地都是真树的，没有假树的。啊，不像动物园啊。没高松。跟。这个活跃活泼。灵活，你连这个用词都不会用。哇，太好了，小姐姐。上啊，小姐姐，上来上。这么活泼的小姐姐宝贝，哇，你不会形容吗？嗯，太开心了，这是放飞自我的熊猫天性，太高兴。啊，这边叫不了，你在那边叫一下网约车，叫一下。回答的时候是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谢谢家人，谢谢。谢谢你啊，谢谢的。发了之后，谢谢。不一定的，小心带路，带蓝妹妹。嗯，好，好的。豆林完了。好的，拜拜。嗯，好的。对他已经开放了，已经放飞自我了。啊，已经放飞自我。对啊，下雨挺大的。熊猫是最喜欢这种天气的。嗯，早上下雨，现在不下了，现在不下了。来了，下几完了。啊，这是录播啊，这是录播啊。这里基地不可以直播啊，基地不可以直播。哎呀，基地不可以直播。小奇迹箭如触指，蓝妹妹。林先生过去能不能见到小奇迹啊？可以，你来吧，我带你看小奇迹。可以看的，怎么不能看？每天都可以看，只要你们来，每个人来都可以联系我啊，都可以联系我。因为主播每天在这里坚守小奇迹的直播啊，四川卧龙就是我的直播阵地。欢迎你们来看小鸡宝贝以及卧龙其他猫猫啊，大家点点关注，把灯牌亮起来啊，点点关注，把灯牌亮起来。帅气小鸡鸡，不用谢啊，不辛苦不辛苦。你要看到爬树了，有啊，有静如处子的小鸡鸡，中午播了，对，下午还要播，让你们知道小鸡宝贝有多么可爱，多么帅气，多么活跃。咱家的宝贝一天天的长大了，那肯定啊，很快你就做阿姨了，有些做阿姨，有些做奶奶了。谢谢水珠啊，捏捏小脸。我们小鸡宝贝马上就四岁了，再过两三年啊，再过几年你们又可以做奶奶了，又可以做阿姨了，做阿姨的，做阿姨，做奶奶的，做奶奶。对，哎，这个好，二哥，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你看，来，坐这个，这个你可以的，你可以来。你要做叔叔啊，我，我要做叔叔，不止做叔叔，陪着我要陪着小鸡宝贝结婚生仔，到时候还帮小鸡去带娃，帮小鸡带娃。你们要不要来跟林先生一起带，帮小鸡带娃？啊，昨晚没拔树啊，昨晚没拔树。你带外孙。你要不要过来一起？你现在柠檬夏天啊，谢谢贤妻雅致。立从啊，立丑从中的小鸡吃播。你说他好看，他还看着你呢。啊，福宝隔离啊，福宝隔离还要五月份呢、啊，要五月份。嗯，要五月份，耐心等待啊。福宝的视频啊。或者今天下午或者明天下午就会有了，耐心等待，到时候会给你们看啊，因为你们也是爱我们小鸡宝贝的啊，到时候有什么信息会跟你们讲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，好好看，我们一起看我们小